海中珊瑚群，阿尔及利亚海岸线长达1200公里，其中的一部分是地中海最美的海底珊瑚群之一，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。二，阿尔及尔古城。阿尔及尔古城位于地中海沿岸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，这里有许多具有阿拉伯和罗马风格的古老建筑，如哈利法宫、卡塔巴斯堡、卡萨巴和清真寺等。三，贝沙尔峡谷。贝沙尔峡谷是阿尔及利亚最美的地方之一，被誉为沙漠中的绿洲，这里有许多奇特的岩石和岩石雕塑，还有许多美丽的植被和动物。四，扎巴尔山。扎巴尔山是阿尔及利亚最高的山脉，海拔达到2328米，山顶常年被积雪覆盖，是登山和滑雪的好去处。五，圣母修道院。圣母修道院位于阿尔及尔市中心，是一座建于17世纪的天主教修道院，现在是一个博物馆，展示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和文化。六，沙漠。阿尔及利亚大部分地区是沙漠，包括撒哈拉沙漠和特奥德岩石沙漠等，这里有无垠的沙丘和壮丽的自然景观，如沙砾草原、火山口和独特的地貌景观等。